二人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。诗篇九十二篇十二到十四节，神要将我们的生命栽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是神所栽种的，祂会看顾到底。我们欢迎神对我们的生命来到修剪，使我们好像树一样生长、发旺、结果子。